那大概中午11:50的时候啊，大概有两位民众啊，有送一名窃盗嫌疑人到我们派出所报案了、啊，就说他那个该名窃嫌、啊、有侵入他的住宅，然后经我们警方了解、啊，就是该名窃嫌在离开的时候，就是窃取去进入他们家要离开的时候，刚好被回来的屋主撞见了、啊，然后伙同邻居一起制服，然后扭送到我们派出所。老师，你为什么要去南昌的钥匙？